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，像高先生这样成功男人背后的您，您给自己打几分呢？你们还是问高先生自己吧。你觉得他为什么选你？是因为你格外突出，格外与众不同吗？是因为你年轻，也因为你好骗？他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跟我离婚呢？高老板，你也能看出来我对你的感觉，我是真的喜欢你很久了。那天晚上美好的邂逅是我们真正的开始。你好啊，方块七女士。你说你作为男性读者，你觉得最后女主人公的丈夫他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呀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不能离婚。请你出去。出去！你是毒妇毒鸡汤，我女儿怎么了是吧？不龙少年终止恶龙，我知道这句话，但是我怎么会成为恶龙？我顶多是跟他同归于尽。